中央的预防下医药平台第三轮的意愿登记伫咧十九号中昼截止，这一波的登记是十八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来登记。今日起伫咧第三轮，总共是有108,414位的民众登记，其中单独登记伫 A Z 预防下有7,275个人，合第二轮单独登记 A Z 的民众1,512人，加出4.8倍。而 A Z 和莫德纳两种品牌拢选定的接受56,656人，也显示着民众对着 A Z 预防下接受度渐渐增加，大家拢希望会当赶紧来注射预防下。中央的预防下医药平台意愿登记伫咧十九号中昼截止，前一轮计算的时阵，江启期单独选择莫德纳预防下占61%，两种预防下品牌拢选择的只有35%，计算 A Z 预防下大约有30%。但是这一届统计，单独选 A Z 的虽然意愿是少数，但是两种品牌拢选的人有提升，计算莫德纳有淡薄仔下降，将近50%左右，显示民众在最近对AZ 预防下的接受度有渐渐增加。第二个疫情在顶一轮结算之后，总共有13,001的人有意愿要做 AZ 预防下，同时完成预约。中央依照着四大能量配发30,000多剂，超出着预约的17,000剂。江宜市政府开放第十类顺位进行，不管到填过着意愿，都会当直接向江宜市51间的合约医疗院所来预约。院所会到三工，帮民众保证到预防下的平台。因为江宜市有加出17,000剂，这个部分需要个别来联系的合约的医疗院所。目前只有江宜市的阳明医院有锁定预约。江宜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打算会设计着统一的入口网站，将51处院所的预约方式来进行整合。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江宜市采访报道。我们在有限的疫苗当中，必须用最快速的方式去施打完。真的，在这里我要感谢，在我们卫生局、卫政、社会处，尤其是民政，马上就补了这一块。民政代理人，我们的里长、邻长，然后我们的里干事，全部就一起动起来，然后要服务我们的长辈。甚至呢，我们还谢谢我们的富康巴士来接送我们身心障碍还以及有需要的长辈。还有我们的计程车工会，很多人马上就能够加入，让我们用最少的费用，然后做到最好的接驳。这样的接驳是用爱来接驳。我们更感谢阳明医院的团队，在每一个就是为了让这一个流程更为紧凑、更为顺畅，他们也开发了许多的借用资讯来让它更为顺畅。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真的，这一次集合了我们的卫生局、警察局、社会处、民政处，还有各个局处，大家整个团队。但是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市民能够有这么顺畅的施打，无论从预约到进来，这样所有的种种的流程，除了我们规划好以外，是市民朋友您的配合才会让它更顺畅。所以我们希望。疫苗的施打不但是安全最重要的前提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安心放心。